林忆莲一连四场的宏观演唱会，这天来到围场 ，Sandy 的干爹胡枫，还有圈中好友周慧敏、关淑怡、梁汉文、吴雨霏等也有到场支持，令 Sandy 相当感动，在演唱会途中忍不住多次落泪。对，很感动啊，看到很多很熟悉的脸孔，很多的老朋友，对，然后唱到一些自己熟悉的一些广东的歌曲，就特别多的感触。不过对于自己在这四场的表现 ，Sandy 就好像不是太满意咯。这一次演唱会的状态，我觉得声音是有一些状况，并没有理想中的挥洒自如，应该是这样说，因为是声带有出现一些问题。那不过您在吃药在调理了，所以已经好很多。而在 encore 部分，大家都很期待会听到的经典歌《至少还有你》。Sandy 竟然在台上表示不会再唱，要歌迷反过来全场大合唱，唱给 Sandy 听啊！其实没有说不会唱，只是说因为在 encore 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期待说，或者是很理所当然的会觉得会唱至少还有你、然后我就觉得说啊，我们来一个新的一个做法吧。在演唱会中 Sandy 在台上特别感谢自己人生中两个最重要的男人，就是好友伦永亮跟男友龚硕良。在台上当鼓手的龚硕良更马上回忆飞吻，公然放闪啊！我们都对，感觉很温暖。对，两位非常重要的生命中的男人。对，是谁？是我的音乐总监伦永亮，还有就是我另外的一个音乐伙伴龚硕良。对，因为我们在歌手这个节目里面，因为我在舞台上面是感谢他们在歌手这个节目对我的支持，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幕后的工作人员、幕后的英雄其实是大家往往被忽略的，然后大家往往只看到歌手表面的那个风光，看不到幕后有多少人的辛苦付出，所以就借这个机会对他们表达我的谢意。